这法律50万就卖了。哎去，掏5万都掏不出来。他万一掏出来了呢？哎，这车我给你出了，行不行？我给你开个点卖去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那个我们刚刚确认过了，您确实跟我们老板是朋友，所以接下来由我带您为您参观，可以吗？你带我参观呢？自己看着啊。这个店我比你熟悉，知道吗？最开始这个店怎么装修都是我帮他设计的，知道吗？哦。还有这些车怎么摆放，也我帮他找的，找人设计的。一天这个车至少擦3次，也是我教他的。哦、来这么长时间，连个我倒水人都没有。哎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现在就给您倒。走你的，走你的。你不是她闺蜜吗？你俩倒水。是不是有点不要脸？哎哎哎哎，给倒一杯，给倒一杯。哎，你俩怎么回事啊？我帮你卖车。你俩来给我捣乱了吧？卖什么车啊？你看着吧啊。那个先生，刚才那个我跟咱们老板说了，我老板说您来了他非常开心，然后他说这边给您开一个绿色的 VIP 通道，只需要50万，你就可以把这车开走。你看这样可以吗？给我看合同啊！哎哎哎，您只需要今天先拿出来50万，这车你就可以开走了。签是吗？签到这里就可以，先生。笔也没有油啊，这笔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给您换。不用，没事，你不用签了，直接开走吧，老板说的。老板说了吗？说了，老板说了，直接开走吧。钱到时候会从你这个卡里扣，账户里扣，然后你留个信息，直接开走就行了，行吧？这样没问题吧，先生？然后你哪天有空，哪天过来签就行。我得先看车吧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来来来，那个钥匙呢？钥匙呢？钥匙在老板手里，老板今天还没过来呢。老板来了。啊？这个啊。走啊，干什么呀？拿来。哎，那个，不会开门。行，走吧。没问题吧，先生？直接车挪，你直接开出去就行。哎，先生啊，先生，你别跑呀！Surprise。